生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五月十三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最新的消息。北部彰化尾仔开始落雷公雨，部分的所在因为安尼停电，包括新北板桥、土城、甲桃园拢有。台电说明讲，这三件停电的事故拢甲变天有关系。也到暗时啊，伫咧新竹的香山，嘛因为线路断去，造成732号失电。落大雨，规条路过乌暗暗，行伫咧路爱真细腻。新北市板桥区十二暗7:45突然间停电，骑机店面拢受影响。有门的都不能开，其他的哦都不能开，是不是？对，有门的不行。啊，这个停多久了、啊？好像有这半个小时。货架的可以拿，但是冰箱不能开，对不对 ？OK， 有没有说什么时候会来啊？他们正在处理了，是不知道无电通用，超商也无法度印发票。当地里长提醒里民讲，因为电箱崩溃才会停电，这么消防车也伫咧现场待命。台电讲是因为落大雨和雷公卡掉开关才会故障，2860号停电，烧2点钟了，全部拢复电。第一次摸黑逛百货公司。进前电力停电的桃园这边也停电，桃园大港放下内面规个暗摩摩，人客伫咧黑暗中继续坐。暗时8:18，桃园因为落大雨，造成高压线路断线，大横区、中立区有1667号失电。一个小时吧，刚才去有电的店家逛了，不是所有都没电的，我们有备用电源，下台打开电闸，然后叫客人不要踩。昨日暗8:58，新竹香山也有线路断线，造成732号停电，可能也是因为雷公雨所造成的。记者综合报道。四月初三花莲地震了后，台北市考虑要渡境中间的人毛变较侪，不过嘛，因为上湖变电所已经淹几啊年，可能会予内湖、上山、中山甲南港这四个所在新建案用电会受到限制。台电回应讲，明年底上湖临时变电所就会完工，可能会当来解决限电的问题。四控三大地震了后，台北市府查出，合来有7成以上的厝，厝龄超过30年。台北市六九万安化乡进入大都更时代，也毋过也传出因为上湖变电所拖真侪年，内湖南港等四个行政区用电超过100千瓦的新建案用电户，恐惊会有供电危机。因为我觉得不是常态，所以应该还好。我觉得因为这个区域真的就已经高房价，如果还没有办法高服务，要不然房价就要低一点。点开台电官网，在电网困难线路上，161kV 设置到民权北线甲红线，拢是供电困难区。为了稳定电网，台电正式来湖、上山、南港甲中山，只要用电超过100千瓦的新申请案，拢要开20万。装遥控下载装置，一旦这个区供电爆发，避免线路跳脱停电，台电会下载新申请用电户。目前也无这款的情形，要过限电规矩，更是冲击新建案也引起关注。购物族如果把供电稳定与否纳为首要的购物考量的话，这样才会影响到新建案的买气。其实它现在的供电容量其实已经也算饱满。内湖、南港如果是新建的案子，新设的用电要去装遥控的卸载的装置，既有的用电不会影响。台电表示，每年底上湖临时变电所都会完工，到时阵供电输完，用电超过100千瓦的新用电户。可能唔免阁装遥控下载装置，专家也提醒，限电可能对厝内电器有损害，新住户爱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日时啊，受到方便的影响，各地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公雨。不过这雨会慢慢啊较淡，转作是稳定的天气。咱做伙来看云图。下半晡虽然雨会较少，不过正方便的东半部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西北部山区有部分的所在会落雨，暗带水气会减少，雨会集中伫个山区。那今仔日时啊，各地温度会降低，北部依然还佫有花莲，高温是24度至25度。那其他的所在高温是27度至29度，算是正舒适的温度。那到暗时啊，北部佮依然的低温会到19度至20度，其他的所在是21度至23度，请大家都要注意温度的变化。早晚若是出门，都要记得加穿一件衫。今年的芒种雨季第二波的方便到位，昨昏暗时啊开始落雨，然后这雨势到今仔日下半晡就会较等好。另外，伫个新北的三峡有一间印刷工厂，12:00过的时阵发生火烧，这火是烧甲真猛，
都在附近的邦桥、土城，也有新庄、甲树南，拢有闻到霉味，空气的品质是达到红色的警示。在暗暝火一直冲出来，消防队员赶到火场拍火。这在新北市三甲区的两层楼印刷工厂内底，印刷机台甲纸拢被大火烧了了。厂内藏乙丙醇、乙酰醇等危险物件，为阻断火势，消防队员设备条水线做个断烧。那没有人员伤亡，那有一名台籍人士跟外劳在逃生的时候不慎伤亡，送恒祖公医院。这大火附近的土城、新庄、邦桥、甲树南地区拢闻到臭味，环境部监测就未空品到红色警示，最后污染物是 PM2.5，方面甲东北风连续报道，各段经过污染不够会影响空气品质，这方面北部、东北部也先转凉，而且有雨。其实在低温方面，尤其是红色，就是北台湾这边可以看到低温普遍就是20-21度左右。那因为在下周四之前，这段时间都还是比较偏干的空气。所以还甚至会有局部的辐射冷却影响。气象署提醒，北区、北部、宜兰、花莲地区有较大雨势，中南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可能有雷击加强阵风。北区四度雨的大大等幅，温度受东北风影响会降低。透早局部地区或者零下影响，气温可能降到10度以下。早晚较凉，只要温差大，到拜三开始，东北季风才会减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两天，因为受到太阳风暴的影响，地主咱的气象署发布珠暴的特报。虽然即马高峰时已经过去啊，不过也是有可能会影响电力系统、无线电的通信，还有卫星定位服务等等。也那这一届有真侪中纬度，亲像英国、甲美国等等的所在，拢真罕见有看到极光。不过因为台湾是离较远，所以无机会看到极光。近几十年来，上强的珠暴在进行当中，过去未少观测未到的极光地区，也拢观测到极光。包含英国、美国、澳洲地区，拢网友伫个社群网站打卡分享极光相片。气象署分析，因为地主北极地格陵兰岛附近，最后面极光会出现伫较低珠海的位置，台湾的纬度离地主北极较远，最无观测到极光。地主鸟东已经伫台湾时间5月11日透早5点到8点，达到极个等级的珠暴。珠暴事件还在继续，可能。对 GPS 通信三线干扰，也关心对电力系统影响。我们需要对于电力系统做一些多监控以及预应措施，还有有关卫星的高度以及姿态，也有请太空中心留意。气象署分析，太空环境变化一直加剧烈，受外条区的地震变化、高能接触、通量升温加强烈珠暴事件影响，这些地区高频通信、卫星操控加定位服务使用者要更加注意。安算影响到13天外天，回顾顶一摆发生剧烈等级珠暴是2003年，慢性的珠暴事件，迄时阵继续66点钟。In the last big one.They didn't have the types of tools I have available in the forecast office and my forecasters can use to model these storms and to predict their arrival times. And that's been huge.受限太阳离地球的距离，目前科技依然无法度整合珠暴事件。回顾过去历史珠暴事件，1989年不造成魁北克大停电，2017年教会按因为太阳闪电强度、高频无线通信影响8点钟。科学家提醒，即马监测科技进步，各地太空中心也爱密切甲电力系统，也个通信业者保持联络，做好相关应应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再回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那先来看《中国时报》。4月13日，花莲的地震冲击到花莲的观光业。观光署宣布，台东旅游补助的方案分作三批来实施。从6月7日开始的是台湾好行和台湾观光巴士的优惠。然后7月份开始的是团体旅游的补助。8月份开始的是自由行带小的优惠。旅客若是平常时啊去带妹，一间房会当俗1000元。再来看自由时报，国民党的赋税组织中央投资公司公开招标下底12大不动产，最近已经卖出4件，总金额是2390万。不过因为国民党持有的中投公司官司败诉定现，所以党营的事业卖不动产的所得未来都要收归国有。再来，咱来看联合报，交通欠工欠料的问题严重，根据交通部铁道局的统计。去年土埔这些欠人欠超过10%，其中负责东部铁道工程的东工处欠人的比例有到25%。
除了招募人以外，观光流动率也很大，平均每一年离职的人数是超过10个人。来看台电最近正在招考，不过因为招生坏关系，今年报名的人数是不到15000的人，这是这几年来最少的，这也让录取率创下这几年新高的纪录。到想要做台电员工咧，都要靠考生伫考场顶悬详细应答才能根本提名。原来台电十二伫台北、台中、高雄各花莲四个地区，十二个考场举办新进雇佣人员初试，等到后期录取完成训练了后，正式请起薪差不多是30000。年资也是往上爬这样子，就薪水又越来越高这样，我觉得还不错。也是评估了好几个。国营事业的工作，那台电真的是不错。台电比较有稳定的工作，发展会比较顺利，因为还会在，因为我现在是考雇员，我之后还会再考职员。台电表示，因应退休人员确保稳定供电者目标，积极招募新人。即摆新进人员雇佣进去，吸引将近15000人来报名，按算录取1103人。实际到考人数是8387人，到考率是56.3%，省内平均到考录取率13.15%。其中以会计类别上竞争超过400人前三名额，录取率不到1%。另配电线路维护有1843人来报考，抢429个名额。综合行政类别有将近8300人报考，录取名额只有119人。另外，最近有干部针对核电厂控制能力启动调查，台电做出回应。针对不同的这个震度的危害影响的评估等等，那确实如果有不足的，那台电也做了一些补强哦。那相关的报告其实做好之后，都已经送到所谓的原委会那边哦。那他们审查之后，大概包括这次监委如果要来调查，大概台电也会提供相关的资料。台电表示，有关核电厂，不管是原型也是企业，都要得到国家的认同。另外，安全和地动这因素都要特别考虑。那干部有需要台电来说明，也提供相关资料做审查。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风声讲，总统蔡英文有可能伫咧任期的上尾来特赦前总统陈水扁。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就讲，特赦是总统的专有权，嘛相信法务部甲总统府会考虑甲真周至。不过国民党立委认为讲，陈水扁还阁有四个案件听候审理，嘛还袂认罪，是要安怎来甲特赦的？伫咧节目顶，两个人讲甲真欢喜。前总统陈水扁十二邀请民进党立委陈定辉上广播节目，两人谈母亲节的话题，也讲到两个人以前选举的代志。但是这么传讲，蔡总统可能伫咧五年抗卸任之前，特赦陈水扁，两人拢无回应。另一立委是讲尊重总统的权力。秉忠心情一直都很好啊。对，第一个这是总统的专属专权哈。陈水扁问题也好，或者马英九现在也牵涉相当多的法律层次的问题，所以是不是要通盘考量？我觉得法务部跟总统府应该会做很好的思考。王定宇表示，无论是陈水扁或者是马英九，拢是人民用选票选出来，有一定社会民意基础，这下会当帮助化解社会弊损。不过，哪也立委认为陈水扁到这嘛拢无认罪，闹得下。海角8亿到现在不法所得还没有被追回来，那么特赦陈水扁之后，是不是代表这8亿也都不要追回来了呢？原来这是民进党之间跟陈水扁之间的和解，而不是社会真正的和解。王宏明坚持应该对脱陈水扁的不法所得，不过这么特赦的消息已经传几落天啊，一个网友伫咧社群平台叫陈水扁搁出来选总统。不过陈水扁的回答是永远拢袂，那也伫位柯有真是质疑陈水扁一个包括陈炳坤买官洗钱、提出金改、国台并税华等四个案件也未审结，唔那是无法度参选，也建议重新审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克里布林宫宣布总统普京已经甲国防部长绍伊古换落来，改做是经济学家出身的文官贝洛索夫来接。也那绍伊古会转做是罗西亚国家安全会议的秘书长，也那是换人的理由，讲是为了创新。联邦议会上议院公布，绍伊古将会离开国防部长的职位，由贝洛索夫接。в экономику страны, вписать с тем, чтобы она соответствовала
динамики нынешнего момента. Второе, 俄战争还在里拍，国防部这么交予无军事经验的经济学家贝洛索夫讲，让人真意外。克里姆林宫讲，国防加国安部分的预算，战争是3%，尾仔一直提悬到最近的6.7%。总统普京和有经济背景的文官来主张国防部，确保相关支出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也真重要。伊拉稍微过将会转任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被认为是主张比国防部更加高阶的职务，确保政策的延续性。伊拉实际指挥组织的参谋总长吉拉西莫夫是继续做今年68岁少尉过，自2012年开始担任国防部长。在俄战争的时阵是关键的决策人物，以2023年甲俄罗斯佣兵集团的瓦格纳领袖普里戈金关系变坏。当当时普里戈金策动兵变失败，就被马绍伊古是败类老萧条啊。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最近在澳洲的歌唱比赛是真闹热，11进行决赛，落尾手是瑞士的选手尼莫摕到冠军。不过这一届比赛嘛出现一挂争议，除了一些的选手参加比赛引起真侪挺巴勒斯坦甲反战的民众示威抗议，还佫传出有荷兰的选手因为他唱甲摄影师威胁。在决赛进程是被取消比赛资格。拿唱歌拿跳舞舞台灯光效果好的控制是澳洲歌手比赛决赛是真闹热，在全部选手尽全力表演轮流上台演出了后，主持人宣布冠军是瑞士选手尼莫，和现场响起欢呼声。I want to say thank you so much. I hope this contest can live up to its promise and continue to stand for peace and dignity for every person in this world.你讲你说澳洲歌唱比赛在11结束，也不过这届比赛一直有争议。在踩到半决赛了后，荷兰选手乔斯特技术对摄影师做出威胁的动作，和摄影师举报。了后，主办单位决定取消选手的资格。Ondanks de gemaakte afspraken dat Joost niet gefilmd zou worden bij het verlaten van het podium, werd hij toch gefilmd. Er stond een cameravrouw en hij heeft die vrouw meerdere keren gevraagd hem niet te filmen. Daar ging zij toch mee door.En toen heeft hij een dreigende beweging naar haar camera gemaakt, overigens zonder haar aan te raken.荷兰广播公司发出声明，不满表示，不提及其他的解决方案来防止选手和取消资格。不过主办单位拢无采用有关取消选手的资格，和荷兰广播公司认为这个处罚太过严重。另外，决赛比赛会场外口，包括瑞典环保人士同贝里等等数万名支持巴勒斯坦民众，也阻止在场外抗议以色列选手戈兰参加比赛，佮摕到第五名。伊伫话讲，这是对巴勒斯坦的政治灭绝。不过最后，这示威人士嘛，互警方包围驱离。公司新闻台是董冰玉。来关心在中东的阿富汗，最近因为上大雨，真侪所在拢做大水。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统计。目前已经造成300人死亡，还有几十千栋厝受到损灯。另外，在加拿大因为发生火烧山的情形真严重，出产石油的阿伯达省已经发布警报，请民众赶紧躲开。罗杰杰的溪水一直流来，附近民体看到民众双脚踏在六个门里面，把水一个六个门向处花扫。阿富汗北部巴格兰省几个省份受到季节性强降雨影响，山顶的水规个城内做大水，上百人死伤。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统计，这边大水至少有超过150人死亡。严格世界粮食计划署统计，死亡人数是超过300人，一个几落千斤的厝害去。当局讲，自四月中开始，阿富汗有要加十个省做大水。全国4200人口里面有80%的民众是伫咧种植，即马田拢互大水淹去，无法度种植。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开始紧急救援行动。
另外，伫北美的加拿大，即马是野火电力发生的季节，比斯省甲亚伯达省就发生森林大火，至少1512公顷的土地受影响。其中，逐天拢出产100万桶石油的麦克莫雷堡，当地政府已经发疏散的警报。因啊，野火乌烟，也互连接西北部地区，也个亚伯达省的高速公路看未清楚，暂时封起来。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今天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事情带各位乡亲咱做回来看世界。印度西索蒙达腊省昨日暗时持续了几十点钟的大水雨，造成当地两个所在做大水，甚至把当地火山顶端的火山湖还有大粒石头整个冲下来。救灾官员在12日表示，目前至少造成34个人死亡，16个人失踪。来关心以色列最近一直攻击加沙南部的拉法市，外国媒体在11日指出，美国政府正在跟以色列政府讨论，愿意提供包括哈马斯领导人他们的地点，来换以色列军方暂时停火。然后以色列也在11日下令拉法中区撤离。然后联合国官员统计，过去24点钟内有10多万的巴勒斯坦人逃离逃难。不过加沙卫生部说，以色列军队在当地时间12反点过，在加沙北部展开军事行动，造成19个人死亡，几啊十个人受伤。过来来看，目前罗西亚跟乌克兰战争是还未收煞，波罗的海安全的问题是引起大家的关注。立陶宛正在举行总统大选，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有超过60%的选票完成计票了后，59岁现任总统纳塞达摕到46%的选票，离头一轮过半选赢是已经无外远。然后得票率排第二的是49岁现任的总理西莫尼特，是摕到16%的选票。镜头转来咱国内，伫新北市沙田埔昨昏发现一口罩三个人死亡案件，是一个老母，还有伊第二个查某囝，还有伊的孙。这三个死者拢是伫咧眠床顶方发现的，已经死超过一礼拜，而且拢无明显的外伤，现场嘛无歹徒入侵的现象。嫌疑重大驾驶，目前警方是已经在台中抓到人啊。便衣刑警落门，查某人当场轰烈，伊予警方摕回。新北市沙田埔三死命案的重要关系人，经过警员透明追查，在二早起11点外，伫台中一座套房发现伊的行踪。抱狗仔洪彩辉精神，即名烈社会姓张的警察，亲像怀疑姓陈的家后有婚外情，佮甲姓刘的丈母为钱争执，涉嫌伫初一、初二先后电死两个人，个人客家也遭到毒手，是安怎会对三岁囡仔下手？伊点点无回答。迅速将重要关系人张兰查缉到案，目前已带返本分局讯问。第二警察案发了后，无随逃走，为着无被被发现，亲手改用丈母的手机，甲对方的大汉查某囝回信息。过几日工了后，找了才款行李，先坐白牌客运车，跟换其他的交通工具逃走。祖孙啊，三代的遗体死亡一礼拜以上，才一才被发现。跟我妈妈最后一次通电话是4月23日，妈妈那时候手机还有拿给我们看，说，她一直收到一些奇怪的贷款的催缴简讯，可是催缴的名字不是她，是那个男生的名字，就是妹妹的配偶。一问妈妈才知道说，因为这个男生有跟妈妈借了一笔钱，借了40万。面对近亲过身，悲伤去殡仪馆专程给人扶着。张安的记工都是因为其他的亲人，甲死者4点几日天走去一大所在找人，慢慢想未到，起码就看到69岁母亲、30岁妹妹，甲3岁弟仔，和棉被包着，遗体已经整起来，身上无明显的刀划外伤。到底安怎行凶？背后动机又搁是啥物？案情由原单台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第一台南安平的一间火锅店。昨昏下晡5点过的时阵，传出火烧，有一个37岁查甫人，那像是因为感情的纠纷，去店内底泼油漆，引起火灾，造成伊家己，还佮有店内底两个食饭的人客受伤。加在消防人员真紧就去到现场，甲火拍花。嫌犯驶这台白色轿车违规并排停伫咧路边，伊对后车厢挂一桶红色的油漆出来，今日去伊前埔工作的火锅店内面，那家玻璃钢破，一个破油漆引起大火，造成店内食饭的65岁人客脚手拢有2道15%的烧烫伤。爸爸，爸爸整个烧起来啊！爸爸整个烧起来就对啊，
爸爸爸爸后面出来的，他整个烧起来呢。现场规头家拢是红油菜，让人看到就惊。警消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把火拍花，封锁现场，不爱让人看。37岁嫌犯，敢那是感情的原因，走来吃破菜。伊家己的手也去烫着，被逮捕了，赶紧把手放伫咧水桶内面降温。你知道伤害到人了吗？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会打着火。不知道为什么着火的吗？泼油漆。前面已经来威胁骚扰过我们很多次，我们报警也都没有用啊。他是针对你吗？针对我跟我男朋友。对，我男朋友是这间店的老板。嫌犯的情报是火锅店的员工，讲嫌犯敢那是吃毒，精神状况不好，警方该逮捕了，该火送病院。陈姓犯嫌因手部受伤，借户送医，初步了解为个人感情纠纷。本分局将调查完成后，依涉嫌违反刑法、公共危险、毁损、杀人未遂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这边火警造成3人受伤，其中一位26岁女性手去烫着，歪去病院；另外65岁查甫人客，也过嫌犯2人拢送病院治疗。要拿详细作案的原因，要怪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在台东的雾峰分局，找到去查网络签缴的机房，抓到2个嫌犯。不过，煞标出不是这个专案小组的一个小队长，之前有出现在这个现场，涉嫌跟熟识已经10多年的嫌犯来斗暗勘。警方初步调查，这个小队长并无涉入机密，不过已经有给伊家长处分，也有调职。警方进入铁皮厝来搜索，现场超出300多万的现金，这是违法网络签赌的机房。警方交予警方2人，当场逮捕林姓嫌犯等2人，而且查扣现场相关的赃证物甲毒品。不过事后却传出，雾峰分局侦察队一名不是专案小组的林姓小组长，伫咧2人进前出现伫咧签赌机房，敢若有暗藏嫌犯。当日在搜索行动之前，有去过现场建筑物外面逗弄嫌犯所饲养的犬只，为本案执行时，该小队长既非勤务人员，搜索行动亦顺利达成任务。本次查缉赌博行动未发现有远景泄密情形。经事后调查，这名林小队长甲林姓嫌犯是熟识10几年的朋友，初步并无发现小队长有泄露的证书。不过伊非常拄好伫咧其他同事行动进程，出现伫咧犯罪地点。确实让人起疑。分局长强调，若是查证有违法违纪，绝对袂暗号。该小队长有涉及不法或违纪情事，本分局将本勿忘勿纵深入调查，依规定处置。雾峰分局也表示，林小队长当天确实上班，家己走出去，而且甲经营者、跋筊业者接触交往，以违反警察人员甲特定对象接触交往等相关的规定，决定家长处分记一大过，而且改调行政警察职务。后续买来厘清林小队长是不是有暗藏的状况。记者台中转播道。继续来看高雄的轻铁，因为才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所以有民众认为讲，因为轻铁占用平民交通的资源所致，所以伊伫咧公共政策平台发起提案，建议甲轻铁地下化。昨昏因为无达到富裕人数的这个条件，所以提案失败。专家认为讲，甲起好的轻铁地下化是无符合成本效益的。也拿高雄市府讲，会持续来改善交通的环境，实行科技执法，希望能降低事故发生的几率。像在机车道或直接弄轻铁列车，或者在两人无要紧，同款的轻铁被弄事故常常听到，有人情回轻一叠，轻铁占用平面交通资源。三会中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建议市府3年来专案评估轻铁地下化，按各民众看法不同。台铁要做地下化，就是因为要解决拥挤，转弯的时候会不方便。现在又有轻轨的话，就是也是变回原本的状况。轻轨很多的其实是老年人在搭乘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不需要爬楼梯，他们可能过个马路，然后他们又可以坐上车。提案在于因为无够货运人数抗战失败，根据国际交通局统计分析，轻铁被弄事故去年有11件，今年个即马有14件，大部分是汽车违规红灯驾驶，或者是禁止倒挂路口倒挂。专家认为，应透过标线或者是减速等措施改善。预告的标志标线之外，可以考虑用一些减速的措施，让民众在行驶到可能会产生冲突点的时候呢，因为减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设计，会让他提醒说，前方可
可能会有来车。轻铁这么简单，在今年车上时，专家认为地下化无符合成本效益。高铁副表示，有继续针对周边交通环境做改善。放置的设计是以相对优先，让那个干道的车流可以维持它的续进，确保通行的顺畅。也有科技执法的部件，那透过路口的一些警示哈，提及车主呢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高铁副透过科技执法路口标线顶，希望完善交通环境。不过，依然阁呼吁汽车驾驶遵守交通规则，才别发生事故。记者综合报道。在嘉南市区田寮河两边边的路树，每一年四月底都会有白灵犀等等的鸟啊飞来这做秀生态，卖产生真侪鸟屎。唔那是垃圾，嘛连带影响停伫咧树啊卡只的汽车。嘉南交通处于五月份开始，先加入一路部分的停车格为红线禁止停车，按算到八月份缓释期过了后，再阁重新开放这的停车格。这个机啊停在路边，几台车有够垃圾，最开好手就是伊。一只搁一只白灵犀，黄头路这鸟类，一只飞去天顶，一只伫街路乌白走。嘉南市天寮河挖金鸡桥，两边的新铁路加进一路拢成做因的地盘。不过白沙坡一直为天顶落来，步道、椅啊、车道全部拢脏污。就每次你只要出去要去办事情。你回来，你要擦，你会很烦的。好像是之前那边那个桥那边有砍树，上高架桥那边砍树，然后鸟都聚集到这边来，没被滴过，但是很怕被滴到。唔，那居民散步运动反而被攻击，并且顶管车主也哀哀叫，听停伫个停车格，煞拢是白沙物。嘉南市交通处也为五月开始，多少整起路边十外个停车格，而且为红线停车兑换。我们预计大概可能要八月以后才会恢复吧，要看，因为它有时候鸟在那边栖息会两三个月啊。交通处强调，每年四月底开始，路口鸟类拢会飞到这，在路树顶管做休闲团，已经几啊年。树啊顶落来白沙布甲大灰，由清洁队会定期清理。不过实际上，咱个当下现场规头卡拢是鸟类白沙布，环境问题也引起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在花莲市公有零售市场，因为之前受到四月初三大地震的影响，不然边倒去设施受损，生意也整个土土土只剩三成。花莲市长十二去现场了解营运的情形，为了要减少这些贩卖负担，宣布降低使用费三成至五成，一直到今年年底。拜六民众到市场买菜，也不过有不少的摊位是空空空，摊商无营业，买菜人也明显少真济。受到控暑、控三大地震影响，澳洲一流地震买，花莲的观光景点也大大减少。那是餐厅民宿出现停业潮，花莲市的各公有市场生意间接受到冲击。就当然要休息了，就休息嘛，休息了没办法做了，没有人就是没有生机啊，就没有办法生活啊，对不对？花莲市公所表示，各餐厅的食材进货量少七至八成，尤其瓦近富凯饭店、那天雷第一家通帅大楼附近的复兴市场，也因为建筑铁路工程封路，生意受影响程度上大。重建市场是因为大地震建筑受到上严重的破坏，预计要四个月来重建，会另外设立临时大剧场，好受影响的摊商会当继续营业，另外也会调降使用费。为期会到半年，那。以复兴来讲的话是两个月五成降五成，那可能之后其他的市场都会以减租三成的部分一直到年底。贵家人表示，各公有市场摊商受地震影响，自五月起一直到今年底，大概为使用费减少三成。其中复兴市场挖建地震大楼倒塌的灾区，所以在五六月拆除工程进行期间，使用费减少五成，希望会当减轻摊商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预防虐待囡仔的事件搁再发生，卫生部进行公告，托婴中心监视器的影像相关草案，规定业者有义务爱甲监视器的画面传去伫中央的系统，至少爱保存30天。若是违规，会罚3万至30万。不过托婴团体是认为讲安尼并无妥当。
画面当中传出囡仔哭声，甚至有教保员疑似伸嘴皮情形，亲像安尼不当对待囡仔事件，常常听到。违法无违强化防范，公告托婴中心的监视录影设备相关的修正处分，并定业者有义务上传监视录影画面到中央系统。家长有意见，结果要去调阅摄录影音的资料，然后他就说哦，机器毁坏，所以在这一次才会在那个管理办法增加这样要上传云端，整个由政府来做一个管理啦。社家属统计，110年到112年六月发生114件托幼人员不当对待囡仔事件，为109年统计到112年十一月，有10件是调查涉嫌虐待囡仔不当对待案件，发现监视设备因为认为操作不当或者是损坏，希望关键影像应被妥善保存，所以要求上传。不过托幼团体认为，安尼做并无妥当。托婴中心已经有装监视器的这个模法，加装一个叫做要上传云端，画面很容易滥用或解读，而卫福部却在这个时候要去推动，我们其实很不解啦。居家保姆托婴中心大概也照顾50000人，你今天要照顾这么多的孩子，其实你应该是全面保护。托婴团体指出，无反对设监视器是烦恼影像上传又挂牢，却改被滥用这记录。另外，国家统计是不是也公布办理？社家属认为，苏领袖无适合，会用提悬方式并入这方式来进行。两种统计领袖各有相应的管理方式。初限有效期是60天期间，会广纳各界意见，等后续再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立委提案修法，希望让健保点数的价值会当一点一克。也那健保署长讲，按算修健保法扩大会期。针对不同职业还有收入来设定不同的汇率，这个政策若是通过，会先受到冲击的有可能是投资股票的人，还有厝头家。南亚立委提案修法，力推健保点值应该保障一点一克，严格操心无共识，上交协商。健保署长赵忠良在一向便民媒体表示，会朝向有钱人加付一点啊，资本利得加收一点的方向。修健保法扩大会期，首先影响的可能就是股票族加厝头家。大家一起分担才合理，不是只有股票族，因为股票族不一定都是赚钱呐。我是觉得说，如果说是合理的涨价，我是觉得可以。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理事长洪祖静举例，像伫二代健保的补充保费内，股票股息有1000万的收储上限，去年有股民领80亿的股票股息，也毋过只纳21万1000的补充保费。所以现阶段2.11%的汇率，就有可能向顶面来调整，佮针对职业类别佮收入来源设定不同的汇率。考量就是兼职所得的人，可能也是一般的民众，他要兼好几份工作，所以他的二代健保的补充保费，可能就是要维持在一个目前的一个水平上面。可是像是说，如果有房子给人家出租的租金收入、股票股息的资本利得的这些收入的人。那这些人的汇率可能就会来的拉得高一点。希望增加财源，救点值也兼顾公平正义。健保补充保费划起，洪祖廷也表示，健保收入面不足的问题，无可能干那靠二代健保汇率调整就会当解决。建议政府当年适度的编列公布预算投入健保，甲最后由外爱调管一般的健保汇率。为无同面向多元比较，才会当应用医疗的真大支出。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今年度日本东京创新天才发明展，咱台湾拢总摕到29块金牌、23块银牌，还有6个特别奖，总成绩是排世界第一。打开关将粪扫等于特殊汤挂设计的粪扫汤了后，就会当将粪扫往下面集中。不止中正国中学生所发明的压缩粪扫汤，伫今年日本东京创新天才国际发明展得到一面金牌，一个青少年特别奖。在厕所常常会有卫生纸满出来掉到旁边地上不卫生的状况，固定装置的话会占据垃圾桶原本的空间，所以就把它改成伸缩式的设计。又可以压缩垃圾，又可以不需要改变你原本使用的方式，就是在垃圾桶的桶盖上面加装一个我们的压缩装置。
特殊设计粪扫卡袂落出来，也可以当容纳两倍量。作品唔那是得奖，也出自台湾新型专利。同款得到一金，一个特别奖的团队，也个新北工人中学各中部学生，因利用密码锁来控制自行车安全帽的方向甲减速定速。Blinking the left eyes makes the left turn signal and makes one turn sound. Blinking both eyes simultaneously makes the deceleration red light with both buzzer and emitting two turn sound. 无啊，我今目睭皮的所在设有安挂线监测机器。以密码控制定调，而且会个优化密码速度量测，调整控制敏感度。中华创新发明协会指出，今年竞赛有12个，120多件作品，其中台湾代表团有63件作品，得到20个金、23银、6个特别奖，总成绩排名世界第一。唔忘未来有更加侪优秀发明，创造商品化，甲更加侪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在家己溪口在地布袋戏团，这个产业也有传统产业，因为争取到补助，为今年开始展开推出各种地方创新的计划，希望会当带动溪口文化和产业的发展。布袋戏、红仔衫、雕刻、红仔头、舞台布景，这拢是演出布袋戏需要的物件。家己县溪口乡在地布袋戏团，甲农产品企业的个文化团队，做伙向各花卉争取到补助，要来打造布袋戏的产业。因为咧，即卖工艺已经无少年人想要做啊。咱主要是针对讲围布景、红仔衫的制作，然后雕刻红仔头这三个部分来培育下一代。咱计划就对于去年10月开始，目前做了一个有声书，已经正式的开始贩售。然后它是一个以布袋戏偶作为两个小学生的角色，介绍可以靠借收载的物件。发起这个计划之一，张国江中剧团讲，做布袋戏工艺的人愈来愈少，这嘛影响到布袋戏文化的传承，所以邀请在地产业甲文化团体，伫溪口推出布袋戏工艺的地方创新，要重振这个产业，带动溪口的发展。以某一个产业切入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它这样的路径，我觉得它已经慢慢可以有产业化的可能，然后会让地方的乡亲会真正感觉到住在溪口的某一种价值感跟自信。溪口乡公所表示，溪口在地本来就红仔衫、红仔头，各有画布景的工作室，澳门透过这个地方创新的计划，会当让更多人注意到溪口，替溪口的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会。记者林慧婷。这回来看下，伫中华鹿港的龙王祭，十二是老祭起鼓，会当看到真侪灯头、甲龙王的神尊、甲龙尊做回射镜。毛伫龙尊比赛的场地举行开工点灯的仪式，祈求五日节白龙尊的比赛会当一切平安顺遂。闹热的人龙，阁有水族灯的表演，替2024年的鹿港龙王祭闹热起鼓。稍后，众人同齐恭请龙王起驾，吊敬祈福，要祈求今年五日节的白龙船比赛会当一切顺利。用三心万反正活动一届吼，还是靠钱来做的吼，而且吼，到今年已经45年了。今仔有10台的这个龙船，啊，以及咧咱真济在地这个艺人哦，都要来做这个绕街。那为者开始请到龙王，咱确定啊来去妈祖宫会来请到咱的这个水仙王。鹿港龙山市指出，相传早年鹿港居民伫举办白龙船比赛之前，拢会恭请龙王参水仙王吊敬祈福。其实伫日本统治时代停办，一直到1978年庙方恢复举办，逐年拢是袂少人来看特别的龙船吊敬。最热烈的，嘿，最精彩。这是鹿港上特色的活动，逐年拢会来参加。官府表示，彰化是全台湾唯一有咧举办龙王祭典的县市。顶头参龙船一路为鹿港龙山寺行到天后宫，请水神王。下晡伫福禄溪举办龙船开工点灯落水的仪式，希望龙王庇佑今年的白龙船比赛平安圆满。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台南大学一直拢真注心传承艺术的文化，因为一个成立30多年民俗体育队。因本来创意宋江丁，也连续摕到7届全国的冠军，也受到邀请去湘西台电等等国内外大型的活动来演出，带大家做伙来看卖。
现代音乐配合花式创意的脚步，和台湾传统的宋江顶头有新的表现，已经成立超过30档的台南大合民俗队，又搁在2023年全国创意宋江顶头比赛摕到冠军。体育系教授蔡宗成讲，训练过程下真侪功夫。加入这个新的创新，但是是依循传统，所以表现出来会感觉比较优质，所以会跟普通的不大一样。但是基本上我是觉得这个让民俗体育能够渐渐的登上舞台，经由这个师范体系的一个提倡跟优质化，然后让各界还有这个学校学生所接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台南大合民俗队创意宋江顶连续摕到7摆的全国冠军，创新的内容唔来点庙埕看会到，一挂国内挂大型活动也拢有因的影子。这款付出，就是为着一份传承台湾文化的心。从舞龙扩展到舞狮、战鼓、宋江镇等等，也曾经获得宋江镇7次的冠军，然后也培养很多这个民俗体育的人才，现在都在这个各级学校，尤其小学来从事这个民俗体育的活动。传统的艺丁除了让人看热闹，也透过台南大学民俗体育团队的表演，把珍贵的文化资产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在今年3月份的时阵，在美国有一个查甫人，伊开刀换基因改造的治疗剂，这嘛叫做全球头一个成功的案例。不过两个月了后，所传出这个人已经过身啊。62岁斯莱曼，伊伫个3月16日个时阵动手术换治疗剂，因为恢复情形袂歹，4月7日就出院倒去处理。不过即马却传出伊已经过身的消息。家属这边是真感谢病院，予伊会当加活2个月。也若病院是认为讲，目前也无法度认定伊个死亡甲换治疗剂敢是有关系。要替患者治病，无一定都要用药啊。在澳洲黄金海岸一间病院，请弦乐四重奏来演奏。在病院就会当听到优美的音乐声，然后患者会当感觉心情较轻松。病院的员工嘛讲，音乐对医病双方拢有帮助。另外会当治疗患者的不是干那医生尔，在维多利亚省东部的一间农场，透过甲狗啊，也佮有马等等动物的互动，会当帮助患者改善身心的状态。病院的巷路内面听到音乐的声音，四位演奏家做弦乐四重奏，在病院的开放空间为病人演奏音乐。这间在澳洲黄金海岸的病院，每2礼拜就会替癌症部门的患者演奏音乐，病人、家属、工作人员拢真爱听。I thought I was in the wrong place. I thought I'm not in a concert hall, yet it's live music. As you can always tell, live music is compared.To something that comes out of electronics and speakers. 听音乐是真侪患者真喜欢的休困方式。其实这几位演奏者也是医学院二年的学生，因除了有真无闲的功课加实习，还过另外找时间来练习。结果到病演出，让因的生活更加有挑战性。因故因认为这种牺牲真有价值，病员工也认为对医病双方有帮助。The music really does give them a sense of joy, a sense of community and belonging, and that's for both the people listening, but also the people playing the music. 除了用音乐疗愈患者，也当用动物。澳洲的维多利亚省东部尤洛亚有一间农场，就真侪人来参加牛、马、狗活动，改善家己的身心状态。Can I come through the gates? And I'll go into.Relaxed, and it does make you think you have to slow down. They don't come up to your speed, you've got to go back to theirs, and it does give you a whole new focus. 对墨尔本来的麦肯金，一出世就脑性麻痹加连骨的脊椎侧弯，4年前哥得着脑动脉瘤，伊接着动物辅助治疗，帮助身体恢复。参加动物辅助疗法的人讲，因甲动物做伙时阵，身体甲精神拢加正好。And they become more aware of their body language.Their communication and the trust and respect. There are a number of countries in Europe that already have legislation in place that stipulates how many hours of training and that sort of thing. 因个医疗专家对这种疗法伫咧临床上的帮助是真保留。专家建议，各路要用这种疗法的人，应该先了解提供服务的机构，并且向政府当局请求协助，避免弱势族群被误导。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
帕金森氏症会致使人体运动神经系统退化。在2019年，全球已经有超过850万个得到这种症头的患者。在英国卡迪夫举办学辛巴古这种特殊的课程，透过鼓声充满活力，制造强烈的这个特性，成功消除患者的情绪，也有行动障碍的情形。得到天赋，大家正认真伫咧拍挂伫咧身躯顶的三八股，虽然听起来无啥专业，不过一挂弄股的拢是得到慢性病、帕金森氏症的患者。If you've got Parkinson's, the things you can do for yourself, one is exercise. It's absolutely vital exercise. It keeps you moving, breathing. Parkinson doesn't kill you, but it certainly paves the way for death by stopping you breathing properly and getting susceptible to lung illnesses. 帕金森氏症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退化的疾病，会影响人体运动神经系统。初期的症状是会皮皮喘、脚掌硬僵、运动功能衰退，造成患者走路的姿势出现异常。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这种病除了影响身体运动，也会影响患者的情绪，造成得到忧郁和其他的心理疾病。全世界因此造成严重死亡的人数增加真多。2019年，全世界已经有超过850万人得到这种病，甲2000年比增加81%，造成32万9000人死亡。为了缓解患者病情恶化的速度，英国威尔斯卡迪夫举办学三百个月特殊课程，用歌声充满着活力、节奏感正强的特色，有效改善患者的情绪甲行动障碍。英国政府也拨款增加这种三百个课程。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天气报你知，咱做回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是1度，上高是5度。中部地区上低是1度，上高是9度。南部地区上低是3度，上高31度。南部地区上低是1度，上高是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8度至1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